欢迎大家来到下今个星期终于有得出外景的香港人家书了。哇，落雨落到真的头都晕了，真的是啊，昏天暗地又湿又冷，哎，今天真的难得守得云开见太阳啊。你估计太阳摆好久个零两个钟嘅咋，老友快啲录添啊！特急身，真系嗱，不咁今日咧都叫做天咧都有即系蓝色嘅空间都比较多，所以就算三几个钟都唔紧要嘅。但系始终都系秋天啦，有啲凉意。咁但系觉得，唉，出去同大家拍外景，俾大家睇多啲景，唔使咁焗足，都系我哋希望有少少贡献。琴晚咧就已经去到零度啦，系咁啊！而家我哋都系单位数字嘅温度嚟嘅啫，系啊系啊，咁啊真系唔多。都要想情願都要穿翻多件衫，因為始終喺户外咧做錄影咧，風吹一下咧，你啱啱又感冒好翻咧，咁真係要保重身體啊，老總。冇錯，今日最高都係十一度，攝氏十一度。嗱，我哋講下香港最高最即係所謂最受注意啦，啊温度都最高啦，叫做即係頭髮温度就係李家超嘅施政報告，不過第二份啦喎，一無是處，仍然都係一無零是處。如果我比分係零蛋。真的不妥當，始終一個保安員你叫他寫一份施政報告或者想一些事出來、就是、真的完全就是不成大體、其實都很老實說老總、我都不太相信這份施政報告是李家超寫的，都是中聯辦代筆，然後他跟著就口述的，所以將這個赡養費讀做瞻仰費，瞻仰為榮，現在要付錢來的，是啊，一個赡就是貝字旁，瞻仰費就木字旁，是是、右邊是 做個瞻天佑的瞻，高瞻仰盼的瞻，是的、我一聽到這裡我覺得、你真是跟隨主席的步伐跟得很貼、老閘又讀八字，他又讀八字，是啊，是他是通商寬醫那個龍字是簡寫嘛，簡化字嘛，啊啲殘體字變咗個殘殘啦，變咗龍文就變咗係醫啊，咁啊李家超你好嘢啦，跟隨主席做主席嘅好學生，讀錯字嘅好學生，連呢樣都學埋，我都覺得太為觀止。咁啊最為人觀止嘅咧就係、是、即一埋手咧就跟共產黨嘅劇本係啊趕走曬啲啊黑暴啊推翻咗依一個嘅港版嘅顏色革命。咁啊有國安法之下咧就蒸蒸日上，咁啊仲有啊夜奔奔，又開關之後咧就好多人嚟，咁啊百業興旺。哇！依、這個同我喺香港嘅朋友同我報料啊，影啲片俾我啊，同我訴苦啊，個情況我以為李家超係一個平行宇宙，依、這、一個 planet 852嘅依一個嘅香港裏面發生緊添。咁倒轉嚟講都有嘅。係啊，咁啊。倒轉嚟講呢啲咁樣嘅，佢真係純粹向上面交差嘅啫，向呢啲中共嗱，我已經做好多嘢啦。但最令我驚奇嘅其中一個就係要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我覺得幾搞笑。咁揾咗梁振英搞清楚個 UGL 嗰5000万先講啦。唔好走啊！而家你廉政公署喺最近好多單涉嫌呢啲貪污案嗰邊聞風不動啊，咁啊～都唔好講乜嘢啦，講下嗰個沙中線咧，係嗰、那個咁樣嘅地底入邊，啲鋼筋好似鋼筋就好似岩沉沉捐甲，即係全部都短曬嘅。冇錯。啊，咁啊，喂，牽涉到人命安全，廉政公署都好似我係咪我太過即係唔夠專業去及住廉政公署，抑或根本就冇做過呢件事？咁啊，更加有好多嘅承建商係嘛，即係成日都發生呢啲嘅工業意外。係啊，咁啊，點解你特區政府仍然係 charter 佢哋，好似依個精準咁樣係咪？即係仍然有咁多起公屋嘅工程俾佢哋做咧？係嘛，而家自話借啲意，即係死得人太多啦，要釘佢牌係嘛？咁呢啲廉政公署點解又唔會查下咧？啊，咁所以又成立一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我都覺得。哇！真係人不笑狗都廢啊！其實只不過咧，就係港英年代留俾我哋一啲嘅 legacy。係。咁佢而家就攞嚟咧，就借屍還魂，係嘛？即係。但係你借好啲啊！咪借一個屍都屍首不存。呢個好嘅理念，用一個中國式嘅依一種嘅演繹。係。係嘛？咁啊，然後咧就嚇喺佢嗰啲嘅一帶一路嘅國家裏邊咧，咁啊即係你有香港喺度咁樣廉政嘅依一個嘅地區。係。咁啊，即係做得好好睇睇啊！即係好似啊，即係我哋同國際都有一個嘅 standard 啦咁樣。咁但係實情嚇，即係而家佢玩二元對決。咁啊，香港啊扮演嘅咩嘅角色咧？其實啊，施老闆施永青都喺佢一篇咁啊 AM730 嘅文章裏面、都講得好清楚，我都 forward 咗俾你睇。係李家超，究竟我哋香港仍然係好似喺97年之前咁樣食四方飯，
與國際建交啊，同西方友好，即係做生意少啲問啲政治，中立啲，唔好搞咁多嘢。定係你真係好似前一排去呢個一帶一路十週年高峰會，加入咗中共嘅呢一個嘅一帶一路嘅呢一個個行列啊，同呢啲一帶一路嗰啲咩吉爾吉魚蛋啊？吉爾吉斯共和國吉爾蛋啊！誒依啲咁嘅咩柬埔寨老窩啊，係嘛？即係依啲嘅阿爾蓋達、阿富汗啦、啊。喂，你究竟講清楚哦、啊！即係如果你講清楚俾我聽嘅，咁我哋都嚇、啊、即係知道點做。不過睇完依份嘅施政報告咧，我都毫無懸念啊！三個幾鐘頭，都只係責罵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嚇、啊，有企圖分裂香港，又或者係搞亂香港、抹甩香港。咁但係，就一啲都冇講過，而家美國同中國之間嗰個嘅矛盾啦，係嗰個嘅冷戰嘅思維啊，香港有啲咩角色？香港啲咩角色咧？點樣避重就輕咧？完全冇 touch face 喎，係反而係去越南搶人才，去老窩柬埔寨同埋尼泊爾啊，依啲好。一帶一路國家釋出呢個橄欖枝，揾我哋嘅資助學位俾嗰啲同學仔嚟讀書，好騎呢喎！聽完呢啲之後，我問施老闆，即係 before 你由施永青變做舒永青、舒清光之前咧，阿施老闆，你應該諗清楚你條路點行啦。係啊，我都覺得咁奇葩嘅，去走去柬埔寨，走去呢個尼泊爾、越南。以前咧，我哋香港係幫佢哋嘅，係呢越南船民啊，係咪？咁啊！呢個我哋都唔計較啊！而家仲爭緊數，聯合國仲爭香港幾億嘅呢啲咁樣嘅船民嘅經費啊！啊賴做聯合國做老賴啊！我唔敢講越南係冇人才，但係我就唔知道越南有啲咩嘅人才究竟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咧？即係你要喺越南輸入，而唔係喺其他英美澳加嘅地方啊！即係英語係國家，英語係國家裏邊去揾咧？點啊？調翻翻轉頭嚟講，越南嘅朋友嚇、即係嗰啲嘅英文，大家都知道啊，唔會好得我哋好多。係嘛？佢廣東話又唔識，咁嚟到你香港裏邊又點樣發揮咧？好，咪就到後面都不鬧就拉咯，即係六丁十累咯，即係嗱呢啲咁樣嘅搶人才然後跟住成個施政報告俾我一個印象咧，就北望大灣區，就然後咧就係環顧一帶一路。嗯，香港咧就似乎已經迷失咗喺西方嘅雷達入邊，就變成咗自己。自我變成了一個 trouble maker 啦，所以外商搏命走啦，因為你有嗰班國安法啊嘛。你唔 trouble 佢，佢都會揾啲嘢嚟 trouble 啲外國嘅啲做生意嗰啲啊，或者係啲喺香港做高職位嘅嗰啲 expat 啊，嗰啲叫做海外僱員。嗱，最攞命嘅話，2024年啊，要完成咗呢一個皇上嘅任務，就係要自己立法23条。唔單止咁樣添啊，而係整體嗰個嘅金鐘罩咧，由依一個嘅國安法吸咗，吸埋再另外多第13层嘅金鐘罩就依一個嘅23条，同埋要搞依一個嘅愛國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就每一個嘅階層、每一個嘅性別、每一個嘅年齡啊，社會裏邊任何嘅一份子。都要進行這個愛國教育，甚至無去到港澳同胞，再加上台胞，甚至無海外的僑胞，都要學識怎樣愛國。即是我和你都要愛國？我根本是加拿大人，我沒有認過是中國人，你不要認親認戚，千萬不要說我是僑胞，我不受的，OK？ 其實我這一身脫入歐，這麼清俗，係嘛？嗰、那個氣場咁強，邊一忽似中國人啊，大佬？唔好玩啦！你而家就咁望啊，啲日本人都多過似唐人啦、啊。你都唔好玩啦、啊，你唔好大佬認親認戚至得㗎。哎呀，好驚！一諗起俾人叫中國人嗰個感覺。嗱又搶人才，又搞愛國主義教育，其實就黨國教育，其實就係洗腦教育。冇錯，同埋咧，只係可以報喜唔報憂。有好多網友咧，老總你可以評論一下啦。話你加拿大教育愛國教育啦，美國教育愛國教育啦，有咩？德國嘅愛國教育啦。我哋呢度只有不愛國教育啫喎。我就咁樣睇啊，總總喺我讀書嘅時期、加拿大都會教你啊點樣去欺負啲華工，點、樣去即係啲原住民嘅唔好，即係嗰啲叫做歧視史或者係對其他族裔唔好嘅。佢譬如美國亦都會對抗佢黑奴史嘅時候點樣對啲黑人啊唔好啊點樣去平反民權啊黑人運動一定會教噶。係啦，同埋對呢個印第安人咧，即係美國嘅原住民嗰種
那種叫做痛史，或者一些以往的不光彩的歷史。在德國的柏林，我覺得他們的 high school 一定會教人家為何他們以前有蓋世太保，為何會有 SS， 為何會有希特拉，為何有毒氣室，為何有集中營，這些是必然會教的。但在中國大陸會不會教新疆集中營、啊、會不會講六四呢？會不會講西藏這些這樣的？會不會講長春圍城死二十幾萬人呢？大躍進死了二千幾萬的非正常正常死亡的人呢？文革大革命你鬥我，還在廣西食人那些假歷史，中國說你這些是假歷史的。中國的愛國教育就是如何去射班人上太空，何時有隻遼寧號，是吧？一帶一路就有多少人的國家投資了多少，搞些什麼的基建，他就永遠拿這些硬崩崩的這個數字、冷冰冰的基建、射些無聊的東西上太空，就覺得很偉大的這些工程。那 你這些愛國教育，一味歌頌國家有多強有多堅，但是國家做錯事，民族犯下的歷史、是不會有反省和這個的慚悔的這個作用。沒有認知過去做錯事的民族就怎樣向前呢？沒錯，沒有事實，沒有真相，你就不可能即有一個公義存在的、喂，講起愛國教育，要找一些小孩去、自小就點化他們，就怕香港不夠勢力。由施政報告公布那天出世的小孩每位20,000元。嗱，呢樣嘢真係唔啱。點解？你即刻搞到屋企裏邊家關係唔好。你琴日24號出世嘅小朋友，阿 爸今日見25號嗰施政報告又有20,000，你個撲街仔，你生出兩生咗做生日生遲啲得唔得？你老俾你阿你個死婆同我生個孖胎40,000啊！嗰度頂你個肺！而家你喂，而家三胞胎咪俾咗60,000咯？係啦，提早一日出世，遲咗一日出世你就搞到咁，哎呀！你啲死撲街，即係你知啲燥比嗰啲衰老豆嘅咁，啪曬台鬧咁嗱，一出世。就剩一掃把剩，生啲咁嘅仆街仔，生啲咁嘅死仔，一早太早供出嚟啊，遲少少得唔得？冇錯，即係你可以諗一諗到，嗱，呢啲咪即刻製造呢一個嘅家庭嘅矛盾咯。你其實可以咁樣講，你直情喺2023年呢一年度裏邊出世嘅，我哋都補20,000蚊俾你啊嘛，咁得唔得啊？係咯，或者喺2024年嘅1月1號開始，你接有生20,000蚊又得唔得？使乜咁急要即刻25號即時開始？依、這個你喺個唔俾你哋搏住佢嚟攞20,000啦。咪係啦，即刻特登係咁噶，喺阿媽個鮑魚度夾出嚟，咁你就即刻有20,000。咁喂，大佬，我琴日出世，咁點計咧？你咪真係好激氣啊！係全香港可能那個前一日出世嘅都可能有數千個細路啊，即係保守估計。咁啲數千個細路嘅家庭咧，就真係一出世已經俾老豆老母。好簡單啦，一年嘅香港嘅出生率係30,000多個 BB。嗯，咁你就可以計得啦，除翻365日，咁即係每日大概有100個。嗯，咁你有100個人咧，就至少天才化水啦。係啦，唔係嗱，呢啲見財化水20,000蚊，嗱唔好話要都算啦。嗱，係啦，要咗20,000蚊。跟住以後18年，唔係條好案啊！要俾多20,000蚊乘100倍都唔止嘅錢嚟養大佢。其實佢跟住仲有啲嘅，譬如你供樓，咁就可以就免税額就居屋就可以優先抽籤先，優先揀，唔係抽到你公屋就可以減低你個輪候嘅年份一年。係啊！咁但係你聽到依啲嘅情況之下，咁如果我係一個中產，我同我太太加埋係兩個月。每個月是6-7萬人工的，但以上所說的東西除了那兩雞嘢生個細路，六七萬人工啫，你都享受不到，你申請不到居屋，你亦都入抽唔到呢啲嘅年金。邊啲人最受惠呢？就是新近大陸落嚟香港那些有內地的伴侶或者係老婆或者老公的家庭。冇錯啦，咁如果你自己嚇即係自己公開樓嘅，咁你即係個免税額多咗20,000，又慳得幾多少錢呢？咪就係咯，喂，其實啲婆拉數一計計。香港人即係同佢計數都計唔掂，即係覺得哇呢20,000蚊好大。第二最慘就係愛國主義教育，生出嚟之後要俾你灌輸10幾年之後，跟住到咗佢識打國安熱線嗰時候，舉報我老豆老母，喂你講啲東西唔啱，我舉報老師，講東西唔啱習主席。你生嚿叉燒到個生嚿呢嚿肉出嚟喎，即係生個細路出嚟抌咁多錢，係嘛？即係貪你嗰啲小恩小惠咩？但係成個小朋友人生嘅過程喺香港嘅長大，唔明咩叫做公義，係嘛？盲目去愛國，做啲中國共產黨嘅韭菜，係嘛？然後跟住分分鐘俾你洗到變咗個小粉紅，
在咁嘅情況之下，你要一個細路仔喺第二個地方出世，啊，辛苦啲係嘛？即係要移民海外啊，定係真係喺香港裏邊啊，即係做一隻嘅啊紅色嘅韭菜咧？咁大家真係可以用腦去諗一諗。咁韭菜，我好相信咧，韭菜唔係青色，唔係綠色嘅咩？係，咁我好相信咧，喺香港裏邊啲朋友咧，即係土生土長嘅，即係有責任感嘅，有認知嘅，其實就一定唔會為一樣嘢咧嚟生仔㗎啦。就算你點樣去幫佢，你嗰啲嘅小恩小惠。生了個細路仔出嚟之後，而係俾你咁樣搞壞嘅，係嘛？即係你真係做，唔係做緊功德啊！你害咗一條生命。冇錯，所以成個環境可以話，如果香港咁樣搞愛國主義教育啊，而家已經喺人大常委會通過，已經話明要港澳台，好似台都要。再你頭先嚟到話加拿大海外橋社都有效。任何只要你稀頭花稀眼睛黃皮膚，攏啲闖人。喂，你干涉加拿大內政喎、啊？我都覺得佢真係有啲低能。咩搞咗嚟？你入咗籍，成個加拿大有埋 passport， 有埋公民身份，你叫人哋去愛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唔係同加拿大即係有仇啊嘛？其實呢啲嘅情況咧，我睇得到，我係揸車嚟傾偈嗰陣時咧，都即刻有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喺海外好多呢啲嘅所謂嘅僑胞組織啊，其實佢哋第時就會執行咗佢哋呢啲嘅海外嘅統戰嘅洗腦思想嘅教育啊。係啊，咁而咧尤其是去到而家呢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如箭在弦嘅呢一個情況，香港已經嚇毫無辦法地俾一個個洪流啊，紅色嘅巨流淹蓋咗啦，赤流係啦。咁而我哋係嘛，即係喺身處到海外，難得一片淨土嚇。但係當世界又烽火連天嘅時候，你哋本土裏邊仲有依啲咁嘅親共嘅依啲嘅所謂愛國團體，萬一你西方國家同中國劍拔弩張之時，我哋就真係俾你送到去累到要入集中營之日啦。咁又即係你嘅口頭禪啱曬咯，我哋又俾人擠濕咗啦。擠濕咗。係嘛？咁所以咧，其實都俾人綁架咗，政治綁架咗。冇錯，咁大家真係要諗清楚。佢甚至冇嗰陣時佢入過法案啊嘛，喺海外裏邊嘅嘢，隨時要幫中國共產黨做間諜啊嘛。要自覺添喎，仲要係咯。咁你真係玩死我哋嘅喎，大佬。喂，你咁樣講，咪即係我哋無啦啦都俾你整得唔止一笪啦 ，n 笪啦嘅咯喎。聽我講，老總，今日開始查啲玩地係中間人中一位，剃曬側邊個片。扮日本人蘿蔔頭嗰啲，你個樣都好似日本皇軍嘅，如果你有所謂，即係咁樣黐中間一嚿嘢，就似一個即係個東條英機嘅後生版咯喎。冇錯，呢一個叫河田亮貿。你咁樣，你咁係令到日本人受心靈受損啦，因為令到中國人。記得你戴翻個圓眼鏡，跟住就著嗰啲西裝，然後咧留翻撇呢啲嘅中間嘅須。揸住把武士刀。唔使揸武士刀，你係文人嚟噶嘛？你就做翻東田英機留下嗰啲嘅秘書嗰啲，都係咁嘅款啫嘛。真係無啦啦，海外嘅華人都要幫你自覺做共產主義嘅間諜，我搞錯啊！呢啲咁樣嘅即係。都話佢封建就好似即係連封建都俾佢抹黑埋添，所以即係我一直都而家我一直要宣傳緊，去到個世界咁立亂嘅時候，係嘛？即係唔好以為戰火離開我哋，因為嚇即係一個唔覺意，好多個恐怖嘅主義啊，或者喺西方國家裏邊就會爆發。而當真真正正台海有任何嘅問題嘅時候，而你搞呢啲咁嘅所謂嘅愛國嘅一啲嘅團體呼籲大家愛國嘅時候咧，咁你任何全球華人都冚家產啦，冚家產㗎啦。實係啊！你點分得到你香港喺台灣、新加坡嚟嘅華人啊？所以我哋可能要諗住整件 T-shirt， I'm not fucking Chinese 啊！喂，有而家你有呢啲咁嘅 T-shirt 賣喎、啊，真係可能係咁樣喎、啊。係啊，真係一早要做嗰個立場宣示，係 啊，免得俾啲西人咧不分青紅皂白，要 Chinese 係啊，有佢唔知道我哋唔係 communist Chinese CCP 嚇、啊，即係 we condemn 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係嘛？即係我咪要著啲要做啲切割有切割意識嘅衫。咁啊，其實最簡單嘅即係大家支持嚇、啊，將呢一個嘅保守黨提出嘅呢一個嘅愛國代理人法案。外國代理人法案係啊，咁啊支持佢。咁要啲人咧就係全部交曬啲名單出嚟，邊個係幫中共做緊大外宣嘅？係啊，呢個係我哋應第一，即係作為加拿大人應有嘅責任嚟㗎啦，國民責任啦。你喂，你要幫緊外國人做嘢，咁然後自己又喺度隱埋身份，然後跟住咧就喂，咁咪即係做二五仔嘅啫。第二咧，我哋都要保翻自己，保翻自己，唔好同呢班人咧同流合污，俾佢哋拉埋去佢陣營。即係用感情勒索，要道德的一個綁架。老總，你點睇依份嘅施政報告出咗嚟之後，可唔可以即係佢使嘅錢啊，做咁多嘢啊，又關愛啊，又
宣傳啦，係鄉里文化，即係你如果係潮州人啊，就整啲潮州節啦，上海人就上海啊，上海人啊嗰啲文化，嗰啲咁嘅嘢嘅做法係嘛？即係，但我只有一個感覺咧，除咗個意識形態嚇，整體一份嘅施政報告就繼續維穩嚇，將你香港人箍死，將你繼續要灌輸愛國教育，將你嘅老人家移去大灣區居住，然後騰籠換鳥就係換啲嚇，即係新嘅來港人士啊，一帶一路人啊嚇，即係你呢啲人咧就嚟到香港趕走咗舊嘅 expat 係嘛？兩個層次，舊嘅 expat 換咗一帶一路加盟國，OK， 香港人就被換咗做依一啲嘅聲香港人，係嘛？咁而依啲嘅方便佢哋生仔嘅措施咧，就係鼓勵依啲嘅新嚟香港嘅人咧搏命生，搏命生，係嘛？但係最大鑊嘅嘢就係瘋狂派錢，瘋狂使錢，瘋狂做埋一啲你唔知道有冇。嗰啲咩同鄉會以後無啦啦多好多錢嚟搞佢哋咩鄉里文化甚至冇啊！你嗰啲愛國教育啊，又搞啲咩愛國中心、教育中心，一間又搞咩嘅圖書館，因為咩嘅博物館。全部都是錢嚟㗎嘛，咁我咪覺得是製造更多貪腐機會啫。其實就幫佢哋呢啲嘅建制團體自己甩水上下司上下上中飽私囊嘅啫嘛。即係製造個口實俾佢哋堂堂正名正言順收你公帑，攞你公帑做一啲即係國家要你做嘅事。係啦，喂，咁樣我睇到嗰啲咩推廣啲鄉里文化咩即係鄉下文化，即係你原居地嘅即係原來嘅籍貫嘅地嘅文化。我覺得呢樣東西其實目的就是要洗曬香港本土思想，要鏟清曬啲本土意識。我覺得呢樣東西就係對香港嚟講係一個大甩賣，同埋搞咁多嘅依啲嘅無厘頭嘅基建。咁到最後又係啲嚇，即係超支工程，係咪又係維維維跌錢？你哋咪講緊明日大嶼啊，明日大嶼啊，同埋荃灣區啊，荃灣嗰邊又起鐵路啊，嗰啲咁嘅嘢。鐵路咧就包括三樣嘢嘛，洪水橋、廈門嗰啲鐵路，嗰啲叫咩智慧綠色。集體運輸嘛，其實咪即係輕鐵咯，冇錯。咁另外咧就喺東九龍又有一條嘛，嗱啟德又有嘛。喺今時今日，不過有冇做過可行性研究先？都唔理依一樣嘢先啊！你諗下，我哋英國啊印度城啱啱至拍板禁令咗，唔好同我起條 HR2。因為第一個造價太高，第二個成本效益未必達到預期理想，即係所謂啲高鐵。係啦，以香港而家目前喺依一個嘅交通四方八達。喂，有地鐵，有港鐵，點解仲要搞咁多？仲有好多嗰啲咩小巴咧？係啦，點解仲要搞呢啲？我覺得根本就製造一啲生意俾北方嗰啲工程公司，就多過益本地人喎。同埋個問題係，你而家經濟唔明朗，係嘛？香港亦都三千幾萬，仲差幾億嘅財赤，係嘛？即係錢又揾唔到，你仲咁大花筒，係嘛？你未知個後果會係點樣，同埋話財政儲備可能一兩年內就會花光都唔出奇喎。呢個絕對冇唔係一個嘅懸念啦，係嘛？肯定嘅事嚟㗎啦。銀行體系結餘已經跌到剩翻幾百億，有幾百億我乜都得啦。In the end of all，佢而家自從上次跌到得嗰二三四百億之後啊，佢啲冇報過啦。係啊係啊，停咗啦！我仲諗住，我仲諗住仲有四百億。你嗰三比百億係幾個月之前嘅事嚟㗎啦。係咪啊？我啲地啊，我啲天啊！所以你諗下，即係咁咪仲花咁多錢，又關個隊，周圍都派錢。總之咧就大花筒咁，係咁揈係咁揈，咁邊度揾錢啊？嗱，印花税話減到0.1%啦嘛，係嘛？印花税由0.13%減到0.1%，係咁啊！你唔好以為你平咗個印花税，啲人會玩投資嘅啫。你個場唔好玩就冇人嚟啊，或者你收費幾多錢啊？冇錯，你雙中年代資320啊，但係你啲女全部都50-60嘅，邊個嚟同你揼骨啦？唔好玩啦！你明我意思啊？我知，或者我唔係好明啊，因為年紀大，可能個技藝高強咗好多，工多藝術嘅喎。嗱，老總。你聽到一叫做雙中年代之咧，即係有上下場，上半場咧佢嗰啲揼骨之手勢就 O K 嘅，但下半場玩嘅嘢咧就可能，哇你好熟喎、啊，冇睇報紙講嘅，我以為你做啲大量物探去探一探呢個社會實況啫，咁你就可以諗啊，喂根本你都唔值得咁使嘅錢啦，係啊，唔係真係開唔到源啊，睇唔到邊度開源啊，係咁即係嗰個錢咧就揈。有財赤咁犀利，仲咁一揈，又冇任何嘅生財大計，究竟點管家嘅咧？李家超，唉，即係依個咧，你講得好啱，好似習近平嗰啲衝大頭鬼，打腫塊面認闊佬嗰種嘅一貫嘅一種嘅管治方法。嗱，我就真係唔會怪啊習近平嘅，唔係習近李家超嘅，係因為佢只不過係一個死保安，係嘛？一個中七畢業嘅死差佬，
你叫一個國際大都會七百幾萬嘅人口，交俾一個死差佬去管，其實個交依一個嘅城市俾佢做特別行政區嘅依一個嘅長官，嗰、那個人要應該要千刀萬剐。嗯，同埋佢當日第一個決定要揾李家超，已經鑄成大錯噶啦。係啊，今天只不過呢個錯繼續錯落去。冇錯，即係如果你覺得依份嘅施政報告好似中聯辦寫嘅劇本所講，由亂變治，由治及興，香港嘅樓價可以升到去三萬蚊一尺，股票又去翻過三萬三千點，我諗發夢都冇咁早嘛，而家跌破咗萬七咯噃。我喺我嘅節目裏邊咧，我已經有講到啦。如果香港在這一份的施政報告裏面起死回生，我不理任何的風險，我回去香港在政府總部裏面打扮好像麥當娜 Like a Virgin 那個大碟裏面的造型，然後由這個政總一直去到這個崇光門口銅鑼灣裏面，然後高呼我愛李家超，我說的如有食言天打雷劈，我 MHK 上下由我到最尾那隻貓雞犬不留，即是現在我們而家我哋香港家書都聽埋你依個咁樣嘅宣示噶咯喎，立場宣示。乜你啊？我有朋友啫，你唔係 MHK 嘅人，咁你唔使驚嗰啲啦。我以為你諮詢埋我，我要幫你做麥當勞旁邊嗰個揸衫嗰個啊！真係你唔使咁擔心。但係我就可以睇死你咯，我賭乜都可以同你賭，你冇可能要救得翻香港。冇啦，而家我成日喺網上見到。嗱，你嗰啲話唱衰香港嗰啲所謂 KOL， 你夠唔夠膽好似我咁樣講睇死佢？我就真的看死他了。我看到人你說三個字，玩能源。玩能源，即是玩能源而已，即是從事石油的生意就叫玩能源。個個都寫了三個字，啊，已經不寄望了，不過現在好像比我們預期中還要衰多幾倍。差是，因為第一沒有遠景，第二就是香港沒有定位，第三香港沒有新錢，第四香港沒有人才。其實最簡單的一樣嘢，我哋成日都講啊，香港嘅成功唔係你中國人嘅問題，唔係你中共政府嘅依一個嘅干預。香港嘅成功係兩樣嘢，香港人嘅勤力，再加上英國人嘅制度，而跟住就係同埋食四方飯，美國佬嘅 blessing， 冇錯，冇美國佬嘅加持，基本上就算你有英國人嘅制度啊，或者你點樣勤力，根本都走唔出去世界裏邊。冇錯，而家你得罪咗美國，係嘛？你英國人留俾你嘅制度，你破壞曬。你而家香港人想勤力都冇得勤力，冇錯。講完啦，咪成個生態，係啊，講完已經變咗質。我哋呢個生態話變咗質咧，大家都唔係好明。其實咧就係 toxic， 成個係一個毒化嘅生態。所以咪毒化生態點可能超生啊？冇錯啊，所以咧你得罪美國係嘛？即係鄧小平都有講過啦，邊個黐美國就有運行，邊個同美國對作對嘅死全家。講完啦，唔係我講啊，鄧小平講噶。中共而家唔聽鄧小平嘅教訓，咪就係而家自己踩個氹落去咯。你將香港，你美國佬咁大嘅客，你又趕佢走嚇，日日孖叉佢，係嘛？你而家你睇下，美國佬一唔睇你啊，當你生咗花柳嘅依個 cheap 妓女啊，唔再幫襯你啊，你睇你死幾快？我咪唔好想得罪啲妓女，可唔可以話生咗花柳嘅保安得唔得？保安係咯，唔好得罪。唔好得罪呢個妓女，呢個李家超自己已經歸曬邊啦，係其實中共嗰邊仲要賣香港，係啊，仲要賣香港，佢真係只能夠保證自己五年做五年，我真係睇唔到有第二任嘅任期嘅可能啦。其實呢啲咁嘅香港嘅戰官係嘛，你就喺依幾年裏邊就完全聽曬中聯辦啊、中共嗰啲嘅指揮。盡情去摧毀香港，冇保護到任何香港嘅基本嘅利益嘅，係啊，幫佢哋一鼻子出氣，係啊，然後跟住咧就賺你嗰四廿零萬萬一個月咁啊走人，或者係依一個嘅延後嘅一啲嘅利益，嗯，咁你依啲嘅人咧講真，由李家超啊、林鄭月娥啊、梁振英啊依啲葉劉啊、冚唪啦啊，即係何君瑤啊依啲嘅契弟係嘛，管浩明嘅冚家產。係嘛？你咪要死全家，同埋要落地獄啦！真係抵死喎！你攞咗佢錢，你唔係做任何嘅嘢去保護頭先我所講嘅三樣，令到香港人繼續勤力有回報，維持英國人留低俾我哋嘅優良制度，做好我哋香港同美國之間嘅依一個嘅關係。你三樣全部都係逆你三樣嘢而行嘅。係啊，你三樣嘢，你邊條契弟有做過一樣嘢係成功嘅？主要仲要日日鬧美帝，日日喺度鬧美帝，日日就喺度破壞香港嘅制度，嚇整爛我哋嘅區議會，整破壞我哋嘅垃圾局、立法局，係嘛？嗯。咁你諗下，你哋依啲係咪抵死全家同埋落地獄啊？講完。
冇啦，咁我哋七百幾萬人就係因為你哋班契弟中飽私囊，係嘛？殘民自肥，自己就立曬依啲嘅利益，然後就將七百幾萬人同埋一個我哋打造咗，即係唔好用打造一個比喻啊，即係建立咗180多年咁好嘅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俾你推咗落去火坑，將成個牆打爛曬。係啊。啊，咁啊，你而家主場咧就搞到香港咁，即係頭先講玩能源啊，玩能源係啊，咁啊，玩能源之外咧，仲有中國都有兩個官咧，一個國防部長係李尚福，一個咧就係外交部長呢一個叫做秦剛，就正式咧佢國務委員啊，同埋國防部長呢個官職冚唪唥都話就係玩能源啦。係，我依個情況裏邊，上集我哋先講咗一本勤政勵治的昏君。一想起崇祯，我就想起这个刁南啊顶硬上的这个袁崇焕。当时就是他负责这个防守北方的这个边疆，抵住这个金人。而这个崇祯朱由检就将这个袁崇焕召回来北京这个蔡氏口凌迟。是啊，真的斩首的。是啊，还要一分分肉割下来。是啊。那么你现在、啊、即是你中国是吧，将个国防的大臣落马。同時之間又將個外交嘅依個嘅你捧上去嘅依一個嘅大官係咪又要佢免職又免去嗰啲嘅咩副國部啊嗰啲咁嘅嘅唔講啊啲蜚語唔知嘅咩兩啲國務委員嘅職銜都取消埋，取消埋啦，咁啊等住隨時落鍋，即係兩個等啊主上宣判誒依一個凌遲啊，就係驕首啊，定係點樣啊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啦，定係點啊坐監乜如此類推？喂，國防同埋外交。这个是国之根本，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这一样东西。国防部长收皮，外交部长下台，现在国防部长各位还是元空，在现在这个兵空战泥的这个世代里面，分分钟大家都会擦枪走火，你竟然是国防部长是没有人做。你啊老岳一定要抓住你，是中国的国防部长是没有权的，是如果打仗呢是軍委會主席話事，哦，即係習近平。國防部長只不過南書房行走，我明白的老總。係啦，無論冇咗佢唔緊要，賭市啦、妓女管制啦、菜嘅依一個嘅有冇農藥啦、地震預警啦、洪水嘅資嘅控制啦、財經啦、啊依一個嘅抗疫啊，都係依一個嘅國家主席要負責噶嘛，好辛苦噶。係啊，好辛苦，佢好多嘢做噶，佢仲辛苦過你。係啊，所以佢越勤政，中共就越有前途。啊，咁啊，崇祯已經講咗俾我哋知啦。啊，你自己本書寫咗，越勤政就越死啊個國家。啊，即係話牛夠勤力啦，結果牛嘅下場咩咧？我哋打邊爐，肥牛好似啱啱。對唔住啊，啊呢啲對於中意食牛嘅人嚟講，我哋究竟冒犯咗你食牛啊？要話對於食齋嘅人講，我哋對你不敬不忠咧，不敬咧，唔好意思。嗱，今次中共又係演出，即係自斷手腳。嗯，啊，習近平好似唔啊，佢真係好似有啲自殘嘅傾向。我覺得佢有啲精神狀態喎。你睇下我依個性器官、生殖器官幾健全，我而家就攞個錘仔出嚟打爛佢。乜即係正常人唔會做呢啲嘢，但係佢做曬喎。佢從啊中國嘅唯一嘅一個嘅金錢錢包香港，一個會生金蛋嘅依一隻嘅天鵝，你都可以係殺鵝取卵放血。係嘛？即係自己仲要斬埋一碌碌，一碌碌整依一個個碌鵝，係嘛？七味鵝，係嘛？喂，你即係將香港即係等於中國可以生精嘅依一個嘅神狼，你解攞除整佢打爛佢。喂，我喺2019年我就知道呢條友仔有自殘嘅戒手嗰啲自毀傾向啦。係，咦？梁振英個女係咪即係深得呢個真傳咧？係啊，又係有自殘傾向嘅喎。係係係。啊，咁啊，習近平呢種。大鑊好多，佢將香港成個生金蛋嘅鵝鋸咗之外咧，而家連佢自己親自委任嘅兩個大員，國防部長同埋外交部長都剁埋，仲有其他火箭軍啊，到而家現任嘅司令員、前任嘅冚唪唥都落鍋。啊，老總點解會咁咧？人又是你擺上去嘅，貪腐依一樣嘢，你唔好同我玩啦。貪腐就係中國嘅國忌。係嘛？即係所有人千里為官總為財，你唔貪就唔好喺嚟做官。你唔貪都上唔到去。冇錯，咁你成日都攞依啲嘅貪腐嚟講佢要搞，咁你貪腐嗰個制度係有問題嘅噃，係嘛？即係好明顯呢個制度有問題啦。同埋你親手提拔上去嘅人啊，都貪腐，咁仲有邊個唔貪腐啊？
咁啊，即係貪腐根本就唔係成為殺人嘅理由，或者趕人嘅理由啦。咁究竟係咩嘅理由要趕走呢兩隻牛咧？兩個字，係冇三個字，四個字，冇安全感。記得多個字，大佬。冇安全感，冇一個人信得過。哦 ，OK，我又記得，當啊，因為金聯大殿嗰啲嘅大家喺度討論緊，究竟要同金人以和啊，定係金人要主戰嘅時候，搞到個主上咧就好煩氣。個當時嘅朱由檢崇祯皇帝就喺個龍椅嘅側邊攞啲唔知咩茶，就寫住群臣個個好殺可殺，搞到當時嘅依一個嘅側邊嗰個太監啊，係咁震啦，震曬同埋即刻抹咗佢。哎，真係似嘅，真係翻版崇祯。所以見到本書咪分外憤怒咯！你班友用呢咁嘅影射史學嚟玩我，咁啊即係成即刻落架啦！嗱，而家咁樣嘅情況咧，嗱第三次世界大戰你都講咗迫在眉睫啦，即係隨時會擦槍走火。真係啊嗱，因為你中共同菲律賓，哇！用中共嗰啲乜嘅船啊撞菲律賓嗰啲咁嘅戰艦。喂，真係隨時嗰度又開第三戰場㗎啦！打台灣咧，佢哋班友仔就冇吉事，就諗住咧就去下邊啊，蝦下依啲嘅菲律賓人啊，蝦下啲越南人啊咁樣。佢就諗住咧就係、是、我大國嚟㗎嘛，你啲咁嘅蝦毛，你應該即刻讓開閃開㗎嘛。嗱，我話俾你聽啊，老總，你唔好俾我批死嘅。菲律賓而家就好明顯已經係全部靠曬美國㗎啦。係啊，冇錯。咁啊，你識得去揾啲哈馬斯去搞人哋係嘛？我一樣前面有爛頭卒。你搞搞依一個嘅菲律賓，菲律賓唔驚你啊！咩大國勃起啊！我就同你蠻幹啊，或者真係開槍射死你幾件嘅嗰啲嘅漁政船嗰啲人啊！我睇你習近平個面點去擺，打你又唔夠膽，以為佢蝦人，點知俾人哋踩翻上心口？你唔打，你全部啲國民就對住你嚟依一個嘅怒敲，或者搞錯少少嘅菲律賓州，你都可以搞菲律賓，菲律賓個州。周圍嗰啲島，係咁就慳咗咁多多字，仲有一個越南添啊！咪係咯，越南而家虎視眈眈啊！你依啲嘅地方，一間一個唔覺意，又喺邊境裏邊同啲印度阿三又嘈交，係嘛？喂，你擠擠你都得個趕走兇狠，做就咩碌我，係嘛？咁你真係做就碌輪啊！真係，咁你大鑊噶喎！你真係你咁點搞啊？老底咁啊，老底你咪逼住要揼咯，逼住要揼嗰陣時。你咪即係將個世界大戰又推近一步，分分鐘真係會係咁樣爆發㗎。好多歷史話俾我哋聽，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唔係喺啲大國之間嘅爆出嚟㗎，喺啲細國裏邊無厘頭打死個大公，一間無厘頭就依一個嘅入去依一個嘅偷襲金珠依一個嘅盧溝橋嗰啲嗰個冇錯。不過盧溝橋嗰單嘢咧，擺明係老屈中共、老屈中華民國嘅當時嚇，咁啊日本就根本就佈定個局。是找個出戰的口實而已。今次習近平這樣的治國理政真是令人嘆為觀止，又是嘆為觀止了，即上面又有習近平，下面又有李家超，即是這個孖寶兄弟，是的，即是我們我哋未來，你打仔打機會，我哋未來 ，Here comes Spare Two， 係啦，我哋未來一年半載應該好多好戲上演嘅。咁啊，到加拿大邊咧，咁啊最近有單即係睇嚟都好 juicy 嘅新聞，有一個喺 BC 省一個業主啊，當然睇嚟係男業主啦，就話有 studio， 即係嗰啲細房出租，就咁啊免租金。但係就係只招待女租客 ，single white female， 係啦 ，no costing 嚇，我仲要男士免問，唔準帶男朋友翻屋企，係啦，咁啊，你可以一個女士或者我話兩個一個 question mark 嚇，同埋佢 expect 咧係有女朋友嘅服務係作為一個回報，同埋如果你想應即係應租啊，走去查咧，唔該你寄啲照片過嚟，咁咪對女權好赤裸裸嘅踐踏。喂，呢個啲左膠可以引到嘅。呢個業主喺 Craigslist 嗰度咁樣賣呢個啲地產網站，咁啊賣呢個廣告，本身似乎可以告佢係性別歧視喎，因為你租房唔可以限性別嘅喎。其實咧，如果你作為一個嘅廣告商，咁而你有人喺你度落廣告，你唔多唔少都要有一個嘅審查。但 Craigslist 好似冇。係嘛？冇。咁啊。一個就已經係做得差咗啦。係啊，即係言論自由唔係自由，咁係咪一定係自由噶嘛？言論自由要有代價㗎。代價㗎嘛。咁你而家咁樣講，你好明顯就係當依一個嘅 single white female 嘅 potential tenant 係要 offer 一啲嘅 intimacy 嘅 girlfriend 嘅服務，換代租金。咁
咁你係咪即係其實就係想包條女，又或者即係喺佢身上邊，即係喺一啲 sexual 裏邊嘅服務而換咗佢可以免租金咧？喂，似乎呢樣嘢唔相等嘅噃。嗱，千祈唔好制。如果你真係去咁樣去做，嗱，其實有好多嘅問題出嚟。喂，佢可能會用咗你嘅喎。佢真係禁固你，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係咯。佢鎖住你，禁固你咁樣。因為你冇名分㗎，你啲一夜情，佢有想點做？哇！你真係直頭入咗個苦穴入邊嘅喎。冇錯啦，咁真係即係分分鐘啊！兩日之後，即係你可能俾人浮屍喺 Face River， 你又唔知係嘛？或者大海喺大海，或者係擺喺個雪櫃裏邊凍到變咗依一個嘅冰條，然後就係起扁打邊爐，咁你又真係大鑊嘅噃，係嘛？咁同埋同時之間，即係將女性即係異性去換咗依一個嘅租務嘅依一個嘅豁免，咁你真係富人富道啫。係啊，唔係本身呢個咁樣嘅方式，喂，你如果要揾女士，要揾一個性，好多方法啫。要點解要用到呢啲咁樣嘅租屋嘅方法？係咪即係個心理上有問題先？嗱，依一個佢當然立心不良啦，但係亦都反映一個嘅社會現象啊，嗰種。如果唔係阿杜魯多嘅依一個嘅房屋政策，係嘛，搞到我哋啲樓價唔係租金越嚟越貴，租金越嚟越貴，好多嘅朋友仔即係都要夾粉一齊去租一個嘅 flat 係嘛？譬如喺西區千幾尺嘅依啲嘅 apartment 係講緊係4000多元喎一個月。哇！咁我想請問你啦，租金啊，三個房4000多元，咁而家一個嘅人啊喺加拿大裏邊咧。即係 decent 啲，佢揾到有冇6000至8000元一個月咧？好難喎，一般人嘅最多咪5000元，5000元都好高噶咯喎。以唐人嘅社會環境嚟講咧，能夠有3000至4000元一個月，一年你都計到，只不過都係嗰幾萬加紙。冇錯啦，已經係叫做幾好嘅工噶啦。仲要俾嚇，即係水瓜打狗交税唔見金錢。交税係啦。如果不交税現金的就更大鑊。即係如果你找到每個月有8000至9000元的人工咧，其實真的不是話真係咁多嘅。好少啊！呢啲天之驕子，所以呢個咁樣嘅變態業主咁樣嘅新聞出咗嚟咧，呢個 BC 嗰啲聽長就話好護心啊。但係你係咪應該做啲事？喂，起碼都要對呢個人去上門調查一下。喂，你咁樣嘅方式你？有冇即係起碼要俾佢知道你唔可以咁樣做？點解俾人有入到位出啲咁嘅廣告咧？係啊，即係如果啲租平嘅，咁唔會有人理你噶嘛。係啊，如果真係因為有好多嘅女仔，因為唉冇計啦，我又要翻學，我又要交學費，又要依樣又嗰樣，生活逼人，算啦，做零售好過做批發啦，咁即係接觸你一個。嗰啲有另一套玩法喎，嗰啲叫 Sugar Daddy 喎。係啦，冇錯。咁嗰啲玩法玩咗好耐噶咯喎，咁係咪對依一個嘅風氣有啲唔好咧？咁點解要去到咁咧？咪百物騰貴咯，係嘛 ？inflation 咯，嚇樓價 afford 唔到咯，依啲全部都係自由黨政府你哋製造出嚟噶嘛？都係房屋嘅問題嘅延伸，絕對係嘅，老總出到嚟依啲咁樣嘅變態嘅，我係博例子社會現象啊！我就喺個國會裏邊啦 ，you know what？Mr. Trudeau， 我哋 saw this 呢一個 advertisement 喺邊度 ？Assess for rent 喎。係啊，咁你知唔知點解會咁樣咧 ？Just because you have failed 呢一個嘅 40 million Canadian in terms of housing policy， 係咪講完啦？即係依一樣嘢。唉，咁我哋睇呢條新聞都覺得，即係我哋唔能夠當社會奇情，個個咧根本就反映咗個經濟經濟嘅現象，係社會經濟好唔掂，好唔掂。係啊，同埋嗰個嘅。有一些有心人借助即係大家嘅呢啲嘅可能經濟上面嘅壓力，同埋對房屋嘅 demand 好大，冇錯嚇，即係你哋覺得好 desperate 啊！而家大家都好難揾到一租難求啊！一係就搭棉幕喺樹叢底裏邊露天過活，咪呢個啱啊！呢度好多空間啦。一係就簡單啲，哇！吃香喝辣，有軟高床軟枕抹俾就得。你諗點啊？唔好諗埋呢啲咁樣嘅悔淫悔道嘅嘢啦！我哋正經人家嚟噶嘛，係啦。唔係佢因為只係新聞啫，我係代入咗個處境。處境係咁樣。咁啊，即係同大家 share 呢條咁嘅新聞咧，即係知道加拿大咧乜都有啊！真係有，大家要招租要睇下啲租盤啊！真係唔好以為有咁大隻蛤蠟隨街跳，分分鐘。為了個租盤，自己條命仔都冇埋啊！係啊，因為始終嚇人生隔肚皮，即係人嗰個叫咩啊？好眉好貌生沙室，係啦係啦係啦，人心叵測，冇錯。咁我哋好多謝各位網友長時間支持我哋，咁啊記得撳個 like share 出去 CLS。咁我哋聽日再傾過下一集嘅。
香港人家書。好，不過咧好多嘅老友，即係雖然今日你仍然喺香港裏邊，即係睇唔到依一個嘅出路，但係我有信仰嘅，我哋覺得咧世界上邊咧唔會咧俾呢啲咁嘅人咧倒行逆施玩爛得，但完全唔會翻轉頭嘅。黑暗嘅盡頭就一定係黎明，黎明好快會嚟嚇，即係大家都要保持住依一個嘅信念。總之喺而家依一個逆境，或者係而家依一個政府俾唔到任何一個嘅 promise 啊，或者啊令到你嘅生活好壓迫啊，好懊惱，但係仍然相信咧，依啲一定係會係短暫嚇，咬實個牙根係嘛，做好自己嚇，即係唔好放棄大家一啲堅持嘅一啲嘅本分。係，永遠記住，黎明之前係最黑暗嘅。好多謝大家支持，好，下次再傾，拜拜。